奇莱南华是位于南投和花莲交界的奇莱南峰和南华山，非常适合百岳初心者来挑战。以金色大草原奇景远近驰名，基本上路线单纯，坡度也较平缓，在此欣赏日出和日落可说是天堂般的享受。远处的那个火烧云，好美的。到了，三 K。走访这条充满人文史迹与吊桥飞瀑的国家级步道，完成一趟穿越百年时空的高山步道之旅。风也差太多了吧？就让我们一起登上奇莱南华两座百岳的殿堂吧 ，Let's go！积木少不了啦！Let's go, let's go！ 柯迪，刀准备好没？等下不让我们进去。需要你，没有带入园证。晚餐哦，我们五点半吃吧，现在已经快九点了。五点半预生要煮啊？预生煮啊？也煮。抱歉，我没有说配备。又开始呛了，还没开始就呛了。来哦，你们有，你这有运缴费证明吗？哦，三屋的吗？对，不是。可是我是用截图，质量。质量？没有叫过你质量。啊，那就有质量，很怪。哟，欢迎来到艾克奥斗趣频道，我是艾克，耶，这是两位老兵的阿胜跟 Cody， 那我们这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座百岳，奇莱南华。入门新手，现在能高越岭的这个屯园登山口，刚刚听完宣导啊，总共前面到山屋前要走13K， 现在已经几点？9:08了。有，要出发喽！刚开始就给我们抖上啊，这个好像不是我所谓的缓坡。然后他说前面1K 前就是会有这种大坑洞，比较有一点崩壁。10K 的时候，那边的崩壁会更危险。所以我现在采访你一下，哎，请说。有相机。听说你这是第二次爬奇莱南华，是。我问第一次你是怎么爬的？用脚。用脚。哎，连滚带爬。你第一次单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跟大家讲一下单弓的心得。单弓是这样，我们是2:30左右起登。这么早啊？对。凌晨开爬。对。OK。然后基本上有脚就行了。有脚就行了。对。玩命的走。对，就是一直走。哇，感觉云海保线索很漂亮哎。4.5K， 虽然还不到一半，但是很感动。吃个午餐吧。云海保线索坐落能高越岭古道的 4.5K 处，建物前身为台湾总督府于1931年建造的稳上住宅所，后来发生雾社事件遭到焚毁，地势宽平，展望良好，夏秋两季常有云海，因此而得名。目前是登山客经常休息或扎营的地方。Hello， Hello， 你好。哎，刚刚是跟前面一起的吗？对，还很远吗？还好。哦，两个女儿。对。刚才前面好像更小。对啊。哎，很厉害。对啊。七天先爬南华。哦，很多人是下午到，然后先去进庄南华。这样比较轻松。其实你第二天要攻那 4.5， 然后再回来又去走13，那个太累。这光巴有值得去吗？你觉得不值得？非常不值得。南华山来回这样要待多久？单程2.3，单程2.3。对啊，前面1公里比较累，后面就没怎么。我们去是来回三个小时，去花2个小时，对，1个小时。找位置，开水就 OK 了。大概剩3K 多，我们就到天子山庄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打算先睡一波，不急。阿胜，报时。1:30，1点整，直接给他睡一个小时再上。阿胜饿了，
从来爬山没有那么糗过，真的很爽。放个包睡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没有，看起来年轻啊。他更糗，比我们糗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前面就是到 10K 的这个大峰壁，从远处看蛮壮观的。等一下我们派小灰机出去给大家看一下，用测度的方式让大家看一下 10K 大峰壁长什么样子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能高瀑布，塔罗湾西上游，海拔2800，台湾著名的高海拔瀑布之一。Let's go， 丛林冒险。哇，这路有点小哎。哦咻，这路没办法开大一点。Oh my face, my face！ 哇，到了。哦。看到房子了，我们走7个小时啊，睡觉1个小时，我们休息真的超了1个小时。天池山庄五星级山庄，到了到了，哇，好大哦！这山庄真的蛮大的，好大哦！后面旁边有一间，应该是厕所、更衣室之类的。等一下飞空拍，那个门有点气密，所以稍微用力一点把它打开。但是，它不要前后这样开，让你可能掉下来。左右 ，OK， 左右。去的左边是室内厕所，有厕所专用的拖鞋。OK， 那出去的右边是自吹机，有水跟流体台都可以用。然后山庄这边呢是右边是过滤水，冷水都可以用。那左边是提供给有订餐的山友使用热水。对，我的房间是802。真的是很豪华呢，好像在影片中看到过。哇，803，耶，真的很豪华。呜呼，这个山屋，这山屋真的我没看过这么豪华嘞，至少不会这么多人一间，然后打呼很吵之类的。哇，还每个人住架哎，对，还有吉他，会弹吉他吗？可以用哦。哦，不会，不会。有钢琴吗？这里有出现钢琴就厉害了。哦，每天都钢琴晚会。这后面呢？哦，这边是一楼大厅。后面的话呢，这边是厕所跟自吹区。我们等一下就会在后面这边做烹饪。其实蛮小的，在厕所前面煮饭。OK， 非常棒。它这边自吹区就比雪山或者是大巴尖山都来得小，厕所感觉也蛮干净的。Oh my god， 超美的夕阳。I'll be here.
foundation. And I say, hey, yo, just let it go. Your struggles won't remain. And I say, hey, yo, we're holding hope and wake up yesterday. So hold on to me. Hold on to me. 我们今日的晚餐雅芳的酸菜白肉锅，哇，这整汤包感觉里面蛮多料，哎，还是硬的哎。然后我们这次在全年买了酸盘肉，我们第一次要自己煮丰盛的，应该说阿胜也是第一次跟我们一起煮哎。对，他现在应该放得进去吧？可以的，只是应该折一下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满满的往里面。阿芬牺牲自己的双手帮我们捏这个，把捏软，你在捏麻吉按摩按摩费用马杀鸡，我们的酸菜白肉锅有一只还是那是看到鸟是吗？有一只像松鼠还老鼠的跑出去。那就好了，不要害人的话都太冤了。谢谢。所以光光可能是他的眼睛。对。哟，大家早安！现在已经大概凌晨的五点钟，经历了一个晚上的折腾，我刚有一点点的小冲突，阿森其实蛮不满，就是整个晚上睡觉。那我觉得他也不是针对我们谁个人，就是几乎整晚都没睡。我们后来房间有进来五个人，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打呼非常的大声，至少不会这么多人一间，然后打呼很吵之类的。后续几乎都没有什么睡好。那现在起床后，我们吃点早餐。刚刚有遇到一个非常令人 shock 的事情。有个女生上完厕所进来说，她隔壁的厕所间是故障厕所，封起来。就她看到从门底下有一个类似摄像头的东西伸出来，然后又迅速缩回去。她跑出来找我们，然后我们整个吓到，想说看怎么这么晚，应该不会有人在偷拍吧？吓到我们，我们赶快冲去检查，三个男生冲去帮忙。然后后来发现从门底下窜出来一只类似松鼠的动物。她说她左边左右两颗就是有发亮，应该是她头灯照到她眼睛有反光。所以他以为是摄像头，是最后是虚惊一场，还好没事。那我觉得晚上真的都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尤其是女神的部分。那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顺利的登上奇莱南华。我们现在三个要准备出发了，等我大景哦，大家不要离开这个频道，我们等一下一起去看奇莱南华大景。Let's go！ 奇莱南峰 4.5K 的交叉处，沿路一直往上。Let's go！ 马山往右边，右边四 K， 左边是往南峰。哇，远处东边的太阳快升起来了。那边有一个城市，如果是靠东边，可能是花莲的方向吧。好美的，这肉眼看现场更美，这个是绝佳夜景。现在这边有两条路，陡上、缓坡上，两种选择，看大家体力跟状况。走，快到啊！超美的啦！
空拍机飞了，我就直接坐在这边赏日出。那我们的小绿机现在拉下来，它感觉在上面遭遇强风相来。现在在海拔高空中，它飞都特别的耗电吃力，因为风太强了。你看它都被吹走，它已经很厉害了，赞赞，辛苦了小飞机。到了，奇莱南华。我们现在要来去南华山了，大概一个小时。从奇莱南峰来南华山这一段的 view 真的是太美了，一路这样上去应该就到了，真的是黄金大草原。这就是艾克在奇莱南华两天一夜之旅的故事。那下次艾克又会去哪里呢？悠悠阿森，给你一点时间，因为当事人不在。我们来讲一下昨晚的事发经过。我们已经入睡嘛，七点左右。阿后他们几点起？八点半啊。就是我旁边那个。对，这个就这个五号，他们八点多进来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傻眼，说哈。原来我们不是包场，突然五个人睡嘛，然后他们搞了很久，对不对？一个小时有点不用记。好，我觉得整理东西会有点吵不打紧，但是最后他打呼哈，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小时，两到三个小时一定有，而且他是那种震天雷的那种，真的是超大声，而且我跟阿胜其实挤蛮近的，我们几乎就是在他的这摇滚区，哇，走了大概12点左右。我开始拿那个 X3 的那个自拍棒音型，然后他只要一打呼有声音，推他把他摇醒，有点可惜啊，这体验。对啊，几乎快整晚没睡。Cold day, come on， 太阳要下山了。飞天高速，走一空，走一 K 睡一 K 啊。第12座百岳完成，谢谢大家观看到现在。这是一个未成长的频道，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。如果有在看影片的大家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一下哦。